为旅程画上完美句号，秀嘉儿坐缆车饱览全市风光。一连几日的阿尔巴尼亚旅程终于都来到最后一日啦。秀嘉儿为了要为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，今日她就来到市中心搭当地的缆车，希望感受一下城市在脚下的感觉啊。不知道这里的缆车和香港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就等秀嘉儿自己介绍一下啦。咁啊，香港坐缆车咧都试过几次啦，今次就嚟到地拉拿呢度都要试下呢度嘅缆车。咁啊，呢个缆车咧大概系15分钟啦，成个个过程。咁一开始咧就主要系我哋会睇到呢个地拉拿市嗰个全景啦。嚟到远少少呢度咧就会见到一啲郊外嘅地方啊，好似系有啲草地啊、湖啊咁样嘅。咁样都几舒服嘅，咁啊睇得成好清楚成个地拉拿嗰个全景啦。咁樣個感覺就係、啲車廂咧，就其實感覺上都殘舊少少。你見到呢啲玻璃其實都花曬，如果你影相咧望出即係影出去咧，其實都唔係咁清楚嘅。咁佢但係個